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佛陀叮咛语：一，人们往往喜欢邀功，却不愿对自己的失职承担责任，有时甚至为了逃避责任，编造出种种借口。睿智者佛陀也曾告诫弟子，世间有八种推诿责任的人，他们有八种过失。一，当一个人被伙伴责怪时，以健忘为托词，说我记不得，我记不得，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被车夫鞭打催促时，竟乱跳乱扭，把车厢调转回头。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二，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破口争辩道：“你有何资格说此话？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可说此话？”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往后纵跃，把马车的围栏打断。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三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反驳道：“你自己也做了这些事情，先纠正自己吧。”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挣脱被绑于柱子上的后腿，还将柱子踩坏。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四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竟避而不答，大动肝火，不怒形于色。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跑错了路，
使车厢摇晃不定，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五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竟然对大众比手画脚，为自己辩护，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高举身躯，踢出双脚，这人就有如这马一般。六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竟然不理会责怪者与众人，继续为所欲为，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不理会车夫或鞭子，紧咬着绑于嘴部的马弦，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七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说道：“我没有犯错，我也不在乎。”就此不出声，使大众气恼。这又如一只放肆的马，被催促时不肯前进或后退，像一根柱子一样矗立不动。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八，又当他被伙伴责怪时，说道：“你们何必为我操心？我要放弃修行，重过凡夫的生活，你们满足了吧？”这有如一只放肆的马，当被车夫鞭打催促时，缩进双脚坐了下来，这人就如这马一般。二，善知识难逢难遇，能看见一位有德行、定力、观察力，凭借知识与观察而得到解脱的一位比丘，能令人获益不浅。听见有关这么一位比丘之事迹，能令人获益不浅，可以前去拜访他，坐在他身边，牢记他所说的一切，跟随他过圣洁生活，
能令人获益不浅。三，僧团之光。一，有四种人照耀了僧团，他们具有高深的智慧，手持戒律，充满信心，学问渊博与依法修持。他们是哪四种人？即比丘、比丘尼、善男子与善女人。二，德行高尚的比丘，学问渊博的比丘尼，满怀信心的善男善女，正是他们照耀了僧团，他们被誉为僧团之光。三，谁若有智慧，充满信心，学识渊博，手持戒律与依法修持，无论是僧是俗，都能被誉为僧团之光。佛陀告诫须菩提，何谓虔信者的传统特质？一，他与同修接触时，不论是大事或小事，都表现得既聪明又精力充沛，能为同修者着想，并且正确妥善地处理事情。二，再者，他喜爱佛法，从今生的佛法与戒律中获得大喜悦，而且乐于对他人述说这一切。三，他能以坚强的毅力来摒除恶习，以坚定不移的定的意志来培育善德，不会因具备善德要附带附和而退却。四，他能轻易地证得那意识清净能带来今世快乐的四禅，他能记起他的宿世
且有着比凡人更为亲近卓越的天眼通，能观见众生的生命。最后，他能在此生中自力了悟，断除烦恼，获得心念的自由，以智慧而获得自由，并坚守这自由。须菩提，这就是虔信者的传统特质。僧俗不同的执着点。一，婆罗门阿拉摩南塔说，克遮那师父可以贵族婆罗门与居士们经常互相争吵呢？师父回答，这是因为他们对感官欲乐加以执着贪恋，受感官欲乐所束缚奴役。二，弟子又问，克遮那师父何以沙门众也相互争吵呢？师父回答，这是因为他们对观念加以执着贪恋，受观念所束缚奴役。在一场争执中，触犯者与责骂者若不自我检讨，将使纠纷难以和解，引发不愉快的争吵，导致大家不能和睦相处。双方应如何深刻且平静的自我检讨呢？触犯者应反省，我犯了过错，被他看见了，他因此生气，就当面指责我，我恼怒了，便到别人面前去造谣。总之，错的是我。二，责骂者应如何深刻且平静地自我检讨呢？他应反省，这人做错了一些事，被我看见了，若他不曾做错，我就见不着，
既然他已犯了错，又让我看见，使我感到不满而责骂他，他恼了，便到别人面前造谣，所以错的是我。诚然，如果双方都能深刻且平静地自我检讨，大家就能和睦共处了。妇女掌握了四种能力，便掌握了这个世界。哪四种？妇女应妥善料理事务，妥善管理工人，获得丈夫爱戴，妥善守护丈夫财产。一，妇女应如何妥善料理事务？她在料理丈夫的家务时，不论是任何行业，都能驾轻就熟，毫不厌倦，并且能灵活地用不同方法或途径去安排和进行。二，妇女应如何妥善管理仆人呢？她对丈夫家的所有工人，不论是佣人或打杂者等人的工作，已完成与未完成部分都能了若指掌。她对患病者的病情也清楚了解，并且以他们所应得的分量分配软硬食物。三，妇女应如何获得丈夫的爱戴呢？她不做丈夫不喜爱的任何事情，即使该事能解救自己的性命，她也不做。四，妇女应如何妥善守护丈夫的财产呢？她应妥善储藏丈夫所带回来的钱粮等财物，小心保管，绝不偷盗、滥用或浪费。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。于是，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
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力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启建49日药师法会，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，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。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、广护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7月19日星期二，时间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